一同前来共襄盛举，参加我们 Pandora 2014台北101的形象店开幕记者会。我是今天主持人蔡依凡 Linda，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播控莅临。那么其实呢 ，Pandora 这个品牌哦，是来自丹麦的，来台湾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。那么目前呢，在全台湾已经展店多达有12家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邀请所有的贵宾来到这个全球性的指标性的购物商城101，那么就是呢来欢迎我们 Pandora 第12家的形象店在今天要盛大开幕，是不是先给我们 Pandora 一个祝福的掌声好吗？谢谢，非常谢谢大家。那么今天与会的贵宾也非常非常的多，同时我们 Pandora 今天还邀请了一位美丽与智慧兼具的神秘嘉宾，待会儿要出来和大家见面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不过首先我很荣幸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 Pandora 台湾区的总经理陈玉龙。